是邀请我们来，然后其实真的是，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可以就是看球赛，所以今天来是蛮开心的，看整个球赛，然后也看到大家都坐满场，觉得蛮兴奋的。今天好玩吗？你们大家觉得？在那边吓到黑人陈建州，他做这整个 T-Lab，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尊敬，然后非常感动。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就是看到当你在认真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你把它越做越大，把它变成一个梦想。我觉得就跟我们做音乐一样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也希望你们大家继续支持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唱歌好不好？来。
下一场的主场。